色光，光色光，白色白。
Thank you.
三光水色，四空和空，尽大地是青苔故乡，花笑鸟啼，如镜照镜。这是不归，归遍得，五湖烟景有谁争？黄金碧昼夜长垂，唯许行人独尾。白玉豪古今不昧，全凭愿者承担。所以道万法是星光，诸缘为性小，本无迷悟人，只要今日了。即今现前众等，系念第二十佛事，且了之一句，如何举扬？琉璃池上悬明月，邯郸花间戏水禽。
Oh.
是教中道，为心佛一耳，为佛众生然。心佛即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所谓心者，心有多种，曰肉团心，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是。曰缘虑心，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者是。曰灵之心，是混千差而不乱，立三际以迷牵，秉然独照，卓尔不群，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，处生死流，离诸毒药于沧海，居涅槃岸，贵轮孤狼于中天。诸佛悟之，假名为心；众生迷之，变成妄事。是以佛即众生，众生即佛，且心外无佛，亦无众生，为迷悟之有见。故繁盛而迥异，岂知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永嘉云：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既然如是，则经云：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。由是而知，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神灵，其生也莲花朵朵，其末也行数重重，无一时不达莲邦，无一念不依慈父，甚如是。且到离此心佛众生外，别有商量处也无。大圆镜里觉仙哀，碧藕花中有圣胎。遥望金沙池沼外，宝光常照玉罗台。心法经历了是
净土众生，听莲花为父母，化
盖闻虚而有明达之声，即而无形影之相，然鼓响自然，非呼之而不达。佛身无作，非叩之而不彰。上来起见第二识，系念佛事已圆，如上殊勋，投入如来大愿海中，出生功德，庄为往生堂上众等神灵，洗除业垢，增长善根，舍此报缘，往生净土。但念自从无始，弃至今生，欧生巨海，逐世浪以高低，云点太清，忍情风而忍我，于是循环诸趣，流转四生，夜海茫茫，醉山汲汲，毁贫发怒，何遂消除？刹摩以往，发愿当来，在劳法众，自心忏悔，发愿。往昔所我。
Oh.
阿门，无量是。是也上来忏悔发愿已尽，具行由人具眼目，愿如日月灯光明，以光照足见分明，行者方能达前进。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，纵有功恨亦成虚设，以不顺佛故，今尔神灵当知此意。阿弥陀佛。